翻。前滚翻，纸飞传递，跨越高地，下腰过杆儿，不会要跳高吧？这是接力啊！哇，这强度可以啊！看这架势不简单。奥林匹克的精神是更高、更快、更强、更团结。接下来的这项任务考验大家更团结的能量。那完蛋了，那我们必赢，就剩团结了。我们还是先来领取一下任务卡。绑腿进行六人七足冲关，众志成城，两队成员们分别绑腿进行六人七足冲关，一共需要完成前滚翻、纸杯传递、跨越高地、下腰过杆、跳大绳，共计五个关卡，最终用时更短的队伍获胜。这么难，那就不是个人的那个了。对，就是更团结嘛。哇，好好玩，今天过瘾啊。每队只有一次挑战机会。这个腿怎么下哟？不是，你不是看腿，你看他在我哪儿。这个腿怎么下哟？他的腿跟着栏杆一边走。太高了，他有点吃亏。哇，好难啊。这对我不是很友好。恭喜你，总算有劣势项了，是吗？一二。哥，你要是空翻的话，我们跟不上的。白鹿，白鹿，白鹿在干嘛？没过年呢，你干啥玩意儿？放松，他这里动的。OK， 我俩能不能要稍微咬一下？但他确实要一点肺活力。你在干啥？这俩人这画面真的。俩哥哥，你咋了？你不是很能吹吗？不行，我跟你讲，在现场会看到对方会想笑。太高了，太高了！我怎么吹不起来？为啥他腿那么鼓，但是没有气儿？嗨！哇，你真的吹不起来？你能吹这么大吗？像撅嘴，来了，像撅嘴一样，撅嘴拍照，撅嘴，对对对，陈哥忍住别松，气死我了，我都想到了。完蛋了，这完蛋了，咋办呢？一天都过去了。率先出战的是兄弟队，你在边上，个子高的在边上，你个子中间他的步幅多大，一带就把别人带倒了，他自己这样还可以掌握，跟着中间的小的走，中间累呀。一定是步幅大的在外面。我觉得咱们稳一点吧。我也觉得是，不要说在那儿一个劲的冲。那我们先统一一下，喊一二，你喊一，你先动。一是哪只脚？那不是右吗？我的左脚是一，你的右脚是一。你的一是左脚。回撤，回撤，哎。预备开始，一，一，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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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咋回去？回去也得喊一二才能回去。来，一二三，二一，一怎么又改二了？一，预备，起，一，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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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配合还挺好。兄弟队，请准备。很整齐啊！一二一二，准备！别着急，准备！一三三二一松！啊！哇，配合的挺好的。拉不起来。你少吃点吧，沙老师。哎，我俩接着。一二一二
一二一，来了，这八个来了，白鹿。哎，不能用手是吧？不能用手啊！你要用牙齿咬住它，你吹完了以后一定要咬住它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往里吐。好想看你怎么能把气球吹起来。后面已经站不住了。哥倒了，哥。 你怎么不可能？你都吹不起来呀！都是口水在气球里。你这个吹出一个水球哎！<笑>等你晨哥吹完了，最后谁输了把那球掉了，你惩罚。使劲，嘿！有了！不着急，慢慢来，不着急啊！来姐，别着急，哎，吹起来了，他们还出声呢，有气儿了，一会儿喷成个一年。<笑>你行不行啊？他不会吹气球。要你就咬边得了，咬杯子边吧。加油！哎，一年过去了，还没到我这儿呢。 我想咬一下吧，你就咬一下吧。今天吹这么多，这么难吹吗？这气球吹到想吹到生气，干脆就那个了。对，都用手，就都正常用手，赶紧玩过去就行了。 玩过去就行了，大家都可以用了。他妥协了。那重新开始，重来一遍吧，太难了，真的太难了。可以，都用手，来吧。我们从37秒开始，那来吧。可以，有用手，差不少事儿呢。 这接的可扎实了。嗯，周深，这下给你厉害的，不用手。你看，因为他肺活量好，不用手。进不去杯子。第一次看有人把气球搭在耳朵后面。好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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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
OK， 来来来，走，准备。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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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二一二。哎，停停停停，小心小心。二，走走走。二一，我给你们探路啊。一二，坐下吧。走啊，快点。对。我有一个好方法，我们爬过去，真的，真的，爬过去，爬过去。对，快点，等等我！不，站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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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得坐，得坐，你信我，得坐，得坐，你信我，得坐，得坐，得坐。来，来来，对，还还得这么。我把脚摆上面，对对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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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拿屁股滑过去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好，这个办法好。这样也可以，这样很快。想出办法来了，这个办法好啊。我手指上，这方法不错。来来，三二一，走走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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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预备。等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，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拉住啊，我们都拉住彼此，拉住彼此。喊一二啊，来，预备，二三，一二。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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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跪了我跪了！你这是下腰吗，哥？你这钻过来了？这是下腰吗，哥？你这钻过来了？返回返回继续。还挺严的管的，还我以为开个玩笑，哥，那我不管你了。来，准备，一二三七，一二。啊！踩到我脚。
一二一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！我们在绳子前面，好，盯着我一点，盯着我一点，来。没看到，我们得看着那个绳甩。早点跳啊！我们所有人看着右边这个哥哥甩绳。我来喊跳，好吧？好，来准备。跳！我来喊跳，好吧？好，来准备。跳！过来！去终点，过了，过了，去终点。Keep running, let's go！ 一二！哎我天！沙哥苦了你了！兄弟队用时4分39秒，接下来冠军队就位。我们也试试一二一二口号吧，滚的时候就一手撑地，二蹬腿，对，好吧，好，单数的就一三是左腿，好，二四六一是右腿，好，哇，你听听人家的指令，因为一三五嘛，哪个是一和二？我没听懂，你是三，你是左腿，是左腿，一是左二，哎，咱先试一下，啊，预备 ，go， 一二一，啥呀这是？咋了？这位，你怎么了？没记住。好，好，现在往后退，好不好？一二，哎，你到底是不好使这腿，我觉得可以开始了。快开始，快！高老师，加油，我们靠你喽。Yes。来，我们3、2、1，加油！好，来，3、2、1。加油！太美了，有你是我们的福分啊！只是加油而已，我们还没有第二，还能开始吗？3、2、1，开始！加油！完美的来喊速，不要接着，来喊速，喊速，不要接着，预备起，一二，好了，来二，气球拉下去，脚都拉气球，高老师，你的脚没有离，你没有沾地，你的脚刚才，你没有沾地，你的脚刚才，快吹气球，快吹气球。你刚才你的脚一直踩在高老师，你刚才好努力啊！体会到我刚才的难度了。你刚才特别棒，别用手，不用手才是最好的状态。别用手，不用手才是最好的状态。你的脚一直都在旁边那个人脚上面。你们好，怎么那么安静啊？我感冒了，都哥。感冒还没说。魏大勋，手还疼吗？魏大勋，有点快，真的。好了，走，小心，慢慢走，走，真的过去吧，你先过去，慢慢。走，好像他们这个一二从来没有起到任何过作用。一，
那你你看高景宇，他的脚一直在。来，往前跑！跑！不是斜的吗？斜着走。我腿过来。过来，不行不行，要过来一点。哎，不可以学我们。我们倒跑。不急哦，来来来，跑来。等会儿我。跑来。那我们还是一样啊。一二。你们看一下张成宁老师好吗？走，一拜，走。不算，跪也不行。好了，你知道有首歌叫《爱你不跪的模样》吗？怎么能跪呢？我们脚还是要往前一点。迈一的脚，迈一的脚。我你把我摇，你把我摇，对，你脚往打开一点，往右边，对，走。哦，上好了。爱你孤身走万象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日日多绝望，不肯哭一场，这样。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不行，我的脚不够开，再一次。我觉得要不要两边先过，中间慢一点。我可以先迈一只脚，迈一只脚。来，先慢一个。走，预备，走。刘老师跪了。我再一次。走，预备，走。又跪了，加油，加油。这应该比我们长了，好像已经。哎呦。快点，支不住了，快点，支不住了，来，好嘞，好，一二三，赶紧往前走，一二三，我也下不去啊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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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点头，头过来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一点头，头过来，头过来，OK，头过来，OK，可以，可以，来，一。1 2 1 2 1 2高廷宇，你的脚就没着地啊！好，大家脚合一点点，合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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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一起跳。来，我说跳的时候跳，来，我说跳的时候跳，跳，跳。好，这，哎，我都感觉已经一个小时了。预备，蹲下，蹲下，蹲着，蹲着，蹲低一点点。预备，一，蹲。1 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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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2
那你们小心小心小心，高经理全程。他没有在乎过一二这个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我这腿老酸了。我总结了，小蹦高。冠军队的用时是5分49秒。在这一项任务当中，兄弟队每人可以获得2颗弹珠，冠军队每人可以获得1颗弹珠，恭喜。抓气球挑战，每队派出2名成员，在气球落地之前把它抓住，抓到更多气球的队伍获胜。你们两队各有4次抓气球的机会。哦，好的，来吧，来吧，明白。那就从绿队先派出2位来，我跟龙飞先来。好。我这样吧，啊，啥往上放吧，我也不扔，我就让它缓一点。它应该飞不远，飞不远就这附近吧。嗯，好吧，好，来来吧，来，好，请准备，就完了，不想开始啊，就开始。失败，可能抓得住吧。来，下一组，来，好，下一组，我来一个，我来放，
准备好啊。那你俩抓离近点，离近点，离近点。打脸！哪有怎么往我脸上飞啊？我以为你要拿嘴接呢。我来，会不会这样放会容易一点？对对对，你就这样对着我，然后他会往你脸上走啊。会往我脸上走？怎么可能？哇，这么远！还有什么？你们放这么远？你以为掌控了他的飞行轨迹，以为 get 到了精髓。导演，你看我们两个人都抓不到，让我们四个人试一下好不好？行啊，我们试一下嘛。好，四个人都抓不到的话，那就是你的游戏有问题。准备，一二。那是游戏问题。游戏的问题。落地了。失败，这叫一整个手忙脚乱。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吗？导演，是你们的问题。接下来请蓝队。不是好难啊，这好难啊。我们试一下吧，我们也不行，没戏。走，这是我女儿最喜欢的游戏，抓气球。对，真的。走吧，走吧，别琢磨了。没啥好说的。换一只手。走吧，走吧，别琢磨了。换一只手。啊，他这对他往上扔，还是往上飞？哪也往上了，刚刚。但气球不听话呀，他就非要往下呀。你们俩试试吧，反正已经有一个了。怎么放啊？你往天上放。往上。还是往上扔。哎呀！哎呀！哇呀！但你中途好丑。你真的是我。你是接到但中途。哎呀！我在这里没有比鱼更丑的了，来吧。是我们的问题吗？是我们的问题。